重检验，主要是检验驾驶员的驾驶技能和车长的指挥能力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圆满完成。同志们，准备歇歇。这次机动训练对我的驾驶技能和情况处置能力是一种考验，让我今后面对复杂的军事任务有了信心和底气。上级将情况设置在我们难以发现、难以观察的位置，有效锻炼了我们应对突发情况的处置能力，确实将部队练起来，确保遇到真实情况万无一失。